大家好，我是美国地产经纪商陈森迪。今天呢，来带大家看一看我还没有上市的豪宅。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非常漂亮的一个 driveway， 也非常长。那这个是它的正门，这是它的车库。那我先带大家看一看这边的环境哈，因为它没有上市，所以呢，大家还没有机会可以一睹它的真容。但是呢，我没有在它上市之前就已经把它卖出去了。我今天呢，由摄影师来和我一起把这个豪宅来拍一拍，给大家欣赏一下。可以看到这个前面呢是它的前院，非常大哈，这里还有一个喷水池，然后呢这个后面是侧院过去，这边是非常大的一个 driveway。 我觉得在整个小区，这个是在 Newport Coast Pelican Ridge， 可能你都不会找到第二家有这么长的 driveway， 而且是私人的车道哈， private driveway。 然后一进来这么大的前院，这个侧院也很美，特别它的园林很漂亮。那大家可以跟着我的镜头来一起看一看，我们也重新的把这个房产外墙全部重新刷过了，园林的话也重新做过了，这三个狮子头还可以喷水，非常非常漂亮。然后那里还有一个泡温泉的啊，这个游泳池也挺大的。那这里一进去，这边就是它的正式客厅，还有它的正式餐厅，对着这个水景，然后还有温泉啊。这边我特别喜欢，就是有点欧洲风格的那种庭院哈，它这个设计非常的欧化。如果是喜欢比如说就是像欧洲风格的园林，那这个肯定是你在这边很难找到这样的园林。特别是那个喷狮子头的话，它也是可以喷水的。这个草呢是最近才把这个新草给加上去的，那原因是呢还没有时间来把它剪草哈。但是因为我们已经都把它卖出去了，所以呢这个还是由新的业主来自己决定该怎么样做。那这个也是重新喷过了的，它这个是 patio， 你看到这里还有一个壁炉，室外的 fireplace。 那这边对的是它的 family room， 从 family room 一出来就可以在这边的 patio 可以吃饭聊天啊。那这边的角度特别漂亮，我特别喜欢这个豪宅的原因之一呢，就是它是 extremely private， 非常非常好的私密性。你看跟邻居离得特别特别远，而且这个房产呢是凸出来的，也就是说邻居呢看不到太多它的房里的内部的情况，也就是说它的 privacy 非常非常的好。这一边全都是空的，非常 open。 然后从这个角度看过去，你可以看到远远的海景啊，如果是这个有海景的话，那就不止这个价钱了，那肯定要翻倍了。大家可以知道这海景在新港的话是非常值钱的。然后我们从这边侧面过来，就它另外一个车院哈，就这个也是我们重新做过园林的，这个 landscaping， 这些花草全都是全新的，然后包括这个 mulch 也是全新撒的，那这个颜色的话也是特别选的很漂亮的那种颜色。然后我们这个是侧院过来，你看这一边全都是 open， 也就是说你旁边是没有邻居的，旁边是没有邻居的，对面才有邻居。那中间有一个很大的 canyon， 很大的 canyon 也就是说什么很安全，因为什么不一般的人是爬不上来的，所以它的安全性也非常好啊。整个这个墙过来都是这个房产的它的 property line， 也就是说它的面积是真的是非常可观。在 Pelican Ridge 像 Newport Coast 这么寸土寸金的地方有这么大的庭院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有啊。这个房产它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它的地、它的位置还有它的景观。里面呢，它当然了，这个内饰你可以随便按照你自己的意愿来随便的怎么安排设计都可以。那咱们又回到了前院，反正我个人是很喜欢的这种非常气势磅礴的这种设计哈。你看门也是大大的刷拉门，其实你远远看可能觉得像是黑色，其实它是深灰色，然后再配上它这个量身定制的这些灯具，那这个设计是不是非常大气？可以说我这整个小区至少在这个小区的话，这是唯一的一家我知道的有 private driveway 进来的，所以也为什么就是说大家都希望能够得到这个房产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它是什么物以稀为贵，非常的稀有。大家看到我的车停在这前面了，今天特意开跑车过来，
因为呢，今天来新港哈，主要是在这边给大家看看我独家代理的这个豪宅啊，正好呢，顺便给大家聊一聊就是新港的生活方式。其实，在周末的话呢，你如果开车在新港这边随便转一转，你经常可以看到豪车，不管是说 Lamborghini 啊、Ferrari 啊，还是 Maserati 啊，都是很多豪车都在这儿，而且是周末特别尤其多。比如说星期六、星期天，像法拉利的法拉利啊，就是我经常会组织一些活动啊，比如说星期六啊，它会有一些就是车展啊，或者是聚会呀、偶尔呢我会参加法拉利的一些聚会但最多的话就是在这边的一个水晶湾叫 Crystal Cove， 离这里非常非常近。 Crystal Cove 它经常会有一些就是豪车俱乐部，应该是这么说 Luxury Car Club。 那这样的话你可以参加这个豪车俱乐部，里面就有很多会员，他们开的都是非常非常稀有的那种车款啊，或者车型啊、车号啊所以你经常可以在这个水晶湾，你可以经常看到很多豪车，包括他那些就是俱乐部的一些会员啊，或者是朋友呢聚在那里喝茶聊天啊，或者是喝咖啡啊、聊天啊、吃早点啊。所以说那边的话，你要是有兴趣，可以看到啊，经常可以带着手机来，可以拍很多豪车。有些车你可能就连看都没有看过它的设计款，真的是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经常来 Newport Coast 走一走。因为我觉得这里的话，很多地方呢，就是有很多亮点，你要经常来的话，才能发现它的亮点。Anyway， 今天呢，希望跟大家分享的，可以让大家一窥到，就是一点点些许，就是新港的这边的生活的 style， 就是 lifestyle， 就是生活的方式。所以到了周末呢，也就是我们就是放松 recharge battery， 这样的话能够让我们的精力就是重新的就是 recharged up。 那这样的话我们到了明天星期一，又到了星期五，我们可以 ready for next week， 非常 busy 的 work lifestyle。 所以呢，大家这就会可以体会到，就是在新港可以说这边的人大部分都是那种像是类似于就是 work hard play hard。 因为我之前是在纽约生活，这边的人相对纽约还是比较 lay back， 没有像纽约那么的 hush hush， right， 这边比较 lay back beach bum 啊什么之类的。但是相对来说到了周末也是我们放松 enjoy life 的时候。